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我们讲到第266页。那这里呢，第266页，那么就提到修道为所修的，有没有？菩提分所设。因为在本文里头，所以可能就要回到本文第262页，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随念，随念，随念未修道，有没有？未除诸垢故，于前所见意，菩提分所设。在前面所见的这些甚深法义来说的话，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菩提分所设。好，那这里的菩提分就是37菩提分，也就是37道品。因为菩提本身就是什么？觉。透过觉醒的心，菩提种子而三菩提，而三藐三菩提，到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菩提果报。对不对？成佛是菩提果，我们现在起码要下什么菩提的这个种子啊，种子哈。那这菩提分呢，也等于是要不断不断的去培养的，所以菩提分呢是37道品，那这37呢，就由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分，有没有？这些都是完成大觉所要修的事情啊，因为成佛就是大觉嘛，从小小的觉悟、小小的觉醒开始，菩提种子，一直到什么完成了菩提的果报啊，那是一种大觉的过程当中呢，那就是37道品、37菩提分，所以37菩提分呢。它也是通于小圣，但是大圣法也有37菩提分。那大圣法有37菩提分呢，主要就是六波罗蜜或者叫做十波罗蜜啊，乃至于有种种的三摩地陀罗尼啊，一切修行法门。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啊，要圆满究竟的大菩提。所以这过程当中所修的是不是就是菩提分所设的啊？那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这个37道品的讲义哈，让大家再稍微回忆一下哈。那么如果根据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啊，从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什么大圣不共法，当机者来说的话，也可以称为人天圣法。五圣共法是不是就称为人天圣法？那三圣共法就是声闻圣法，到菩萨圣呢，就是大圣不共法了，好，那五圣共法当中呢，所要修的就是三福行。这三福行就是布施、持戒、修定，有没有？
那当然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说所谓的修定呢，如果修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定，其实直接从人道而进入什么菩萨道啊，可以直接进入菩萨道啊。啊，好，所以呢，这个五圣共法、人天圣法，也就是人天圣法的基础，那么就是要修三福行啊，布施、持戒、修定，尤其是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定啊。好，那一般呢，我们三十七道品都比较把它设为所谓的三圣共法里头啊。那么比较属于小，是通于小圣，但是其实它也同时是不是通到大圣法来啊？啊，好，那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最下面有没有五根五力？以五根五力呢做一个主轴啊，这五根五力呢就是信、尽、念、定、慧，对不对？啊，信、尽、念、定、慧。啊，当我们的根够了的才会有力嘛，啊，好，所以信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可以再往右来看哈，这个所谓的信，主要呢是因为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样踏入佛门哈，在佛教来讲的话，能不能踏入佛门呢？有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啊，就是要起了什么净信的心，有没有清净的信仰心？那透过皈依，透过皈依，是不是啊？所以说，信为能入，有没有信为道源功德母，对不对？净信为体，透过三皈五戒，是不是才算是踏入佛门啊？啊的第一个要素啊，所以呢，这个。信呢跟戒其实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以信哈、啊、等于净信为体之后，我们是不是才愿意去受戒啊？守戒，所以我们说是透过三皈，然后是不是五戒啊，乃至于进一步啊，可以在家居士还可以怎样八关斋戒，对不对？乃至菩萨啊，那个在家居士也可以有什么菩萨戒，菩萨戒啊。好，所以那个信呢跟戒有很深的关哈，等于是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好，那所以呢在六波罗蜜里头，它也等于是一种什么持戒波罗蜜啊哈。然后在七觉知里头，其实就是一种喜觉知啊，也就等于说诶，当我们踏入佛门之后呢，也是就说也是会有法喜，有法喜是不是才想要踏入佛门啊？好，那在八正道里头也等于是要正语、正业、正命，这三者是不是也是持戒啊？持戒啊，所以呢，在八正道来说的话，五圣共法里头要有先有两个正道，就是要正命跟什么正见。有没有在八正道里头哈？其实正命跟正见两者要先建立，然后呢，才能够有八正道的一个发展哈。那当然，正命本身也包括了正语跟正业啊，因为这个都是属于什么持戒的部分啊。好，然后呢，就有这个是信。那净呢就是正勤遍策发哈，这是导师的在成佛之道三圣共法里面哈，对净很简单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寄送了哈，正勤遍策发啊，这个正勤呢也就是四正勤，精进是不是就是四正勤啊？啊，那四正勤就是要怎样呢？啊，也就是所谓的正精进，所以所谓的精进都是在善业上面的努力哦。啊，所以四个正勤就是要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永断，未生善令速生，有没有？已生善令什么增长？
这是不是都在培养善业啊，而遏止什么恶业？这个叫做四正勤，精进的一个力量啊。那念的部分呢，由念而得正定，有没有啊？所以八正道当然在精进方面是不是也有正精进啊，在七觉知里头是不是有精进觉知啊？的这个觉知其实就是菩提分啊，觉是不是就是菩提啊？啊，有精进觉知，对不对啊？到念觉知呢啊，是不是也有念觉知念啊？那八正道里头是不是也有正念啊？啊，我们要正定之前其实是要有正念的。那这念呢也有所谓的四念处，或者叫四念住啊。这四念处呢，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身受心法上面去深深的关照啊，对我们的身受心法要能够如实的关照啊，如实的关照啊。尤其我们的这个身呢，其实是有觉知的了，对不对啊？身啊，之后就会有受嘛，乃至于对我们的心啊，要能够去观，会发现我们的心不断的在变化，是不是啊？乃至于呢，在法上最深的法就是性空，也就是无我的啊。所以这个念呢，也就是所谓的四念处啊。那透过修这个在正念上呢，才能够得到什么正定。所以呢，这个定呢是由念而得正定的，有没有？那这正定呢，也就是四如意足，是透过修定而达的啊。所以会有欲如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到观如意足啊，其实也是透过修定而达到而达于啊。所以这个是所谓八正道里面的什么正定，七觉知里面的定觉知，不仅有定觉知，还会有清安觉知，也是透过修定而来啊。那在菩萨的六度万行里头，是不是就有个禅定啊？禅定的婆罗蜜啊。那当然在这个往上的话呢，有个忍辱婆罗蜜，有没有？哎，的这个忍辱啊，本身也要有正念才忍辱得了。我们就因为没有正念就忍辱不了，都被看不起啊。但是我们要如实的去觉知啊，我们要如实的觉知呢，其实那种嗔恨的心也能够去怎样去得到调伏的啊，也可以得到调伏啊。啊，所以呢，那么才然后才有什么禅定婆罗蜜啊。所以这个定啊，也由什么念而来的，由念而得正定啊。那透过定呢，要起什么正慧啊？由定，我们常讲说，其实在佛教修定是为了去验正慧，验正慧啊，是可以如实的把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慧呢的那个现象是可以如实的现前。那当然要修的是如实观才可能了啊。所以呢，依定而起正慧啊，所以就来到了慧。那要能够这个正慧的话呢，也才是慧成得什么解脱，因为能够正得涅槃。涅槃之后啊，涅槃呢，以个人来说的话，要希望能够了脱生死，是不是要从初果证得涅槃，到二果，到三果，到四果，才得以什么解脱？那这个慧是不是也要透过闻慧、思慧、修慧到什么现正慧？啊，在七觉知里头呢，也就是舍觉知跟择法觉知，透过择法觉知。所以我们那个抉择
在我们的现在讲的这个变法性相里头，是不是就有依处跟什么抉择，有没有？所以我们的智慧是透过抉择而来的，透过择法而来。那择法当中呢，是不是就有舍？舍，所谓的舍是放下，放下什么？自性妄执，是最根本的舍觉知，舍觉知。那这个也才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什么正见、正思维，有没有？所以在八正道里头，我们就说有两个正道要先建立，第一个就是要正命。我们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不能是犯戒而来的，对不对？因为不管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大圣不共法，它有一个共通的，就是什么？持戒。是不是都要持戒啊？都必须要持戒。所以呢，正命也就是让我们首先就是要持戒。能够持戒才有机会从杂染到达于清净。才有机会达于清净嘛。所以呢，正命之外就是要有什么？正见。那这个正见就是从闻慧思慧而来。当然要到修慧乃至到现正慧，是不是就要修定啊？要有定来做辅助。尤其到正思维也就是进入了闻慧。我们平常可以先从正见开始，就是透过闻慧嘛。我们所要闻的慧是比较引经据典的是佛陀的教说，还有菩萨的什么这个论述，对不对？造的论透过经论而来嘛。所以要正思维，正思维是不是就慢慢的要跟定能够去做一点结合因为文本身还有一点粗糙而且还是散乱的，而我们必须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怎样沉静的才思维得了所以那叫做思慧，乃至到修慧所以我们说要能够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到修慧是不是就是法随法行那当然基础就是要先怎样要能够这个亲近善事有没有？四欲流之，欲入圣流，圣者之流。我们希望从凡夫而达于圣者之流，是不是就要透过四个欲流之嘛？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么才能够达于什么？现正慧。在现正慧的当下，也就是超凡入圣。好，那在六度万恨里头，是不是就要般若道啊？其实就是所谓的般若道。所以呢，这个三十七道品，它一样是可以通大圣的，不仅是小圣的三十七道品而已，其实它是不是也通到大圣？所以导师在我们的第266页，是不是也讲到，它就是六波罗蜜或十波罗蜜嘛？是不是还是通的？还是通的所以三十七道品来说的话，那么四念处就像种子一样下种之后呢，要用四正勤去耕耘浇水施肥，这是四正勤之后呢，四如意足就是它开始萌芽起了变化萌芽之后呢，它也会往下扎根。五根是不是就是在往下扎根呢？它根扎的深呢，才能够往上去萌芽，乃至长出茎叶来，对不对？到七觉知，也就如同开花，八正道结果用植物来做比喻。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把三十七道品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就是从五根五力来做主轴，对不对？从信仰开始，
信敬，从信仰开始嘛。那敬是不是就是四正勤啊？然后念呢，就是要四念处，因为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种子，用四正勤去浇水、施肥、灌溉，然后才会获得四如意足嘛，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五根五力变成五力了，对不对？由根杂根杂的深，那个力量就大，它才能够往上成长啊，而达于七觉之八正道的完成啊。所以七觉之是不是跟信心念定慧还是有关？八正道也是一样的啊。那八正道其实我们也常讲说，这也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啊，以声闻圣其实它非常重在什么？戒定慧三学嘛。哦，那戒定慧三学也可以看到了哈，这个戒在信仰哈信的那个入门里头，是不是就是开始要持戒了？当然也要精进哈，在念在定的部分呢，就包括了念跟定慧啊，还有慧。戒定慧三学是让我们有解脱的机会、解脱的能力啊。只不过是为自己解脱还是为众生解脱，就分出了所谓的解脱道跟什么菩萨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菩萨道跟解脱道呢，值一样，是不是就是量的不同啊？量的扩大啊，其实就是量的扩大啊。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讲义哈，来跟大家，等于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那这些印象其实是不是还是拿来修行啊？我们就会知道哦，四念处是要做什么啊？四念处是不是很重要的种子？还要四正勤去浇水施肥啊，才能得到四如意足啊，乃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本啊，因为这里讲到。在整个修道位上，是不是还是菩提分所设啊？好，好，那第266页246第七行啊，因为这个十地经也在讲十地菩萨修十波罗蜜嘛。那其实没有证悟之前，是不是还是修菩提分啊？也等于是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其实都离不了三十七道品，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要从四念处啊，四正勤去下功夫啊，对不对？那个四如意足也是一个阶段的结果了。所以依大圣经来讲的话啊，那么也讲证悟以后才是真正的波罗蜜，证悟之前叫做远波罗蜜，也叫做什么相似波罗蜜啊，因为都是有漏的，还不能与法性相应，有没有我们知道法性空慧，但是我们还没证到空相，我们先确认空性，是不是才有机会证空相啊？证悟之后是不是就是无漏的与法性才是怎样相应的行，才是真正的菩提分所设。那这个之前的是什么相似的，所以依上来所说，那么这里也讲到依处是什么资粮位，抉择是加行位，处证是见道位，随念是不是就是修道位，乃至到达自性呢，就是佛成佛究竟位啊，究竟位。所以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我们的变法法性论是不是就是在变法跟什么法性的一部论点嘛啊，所以像我们说透过相而变什么涅槃，因为我们现在是变涅槃，前面我们也讲到变生死，
是不是透过法相来怎样变生死嘛？啊，也是有六个，这里也有六个啊。那当然我们首先就是要知道法性相，那法性相因为跟性有关系，其实就是因缘法，其实就是因缘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个因要先下因嘛，就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善因呢。哦，那么就会有依处，依着一切经，一切法一切经来修行，有没有？依着诸佛所说，依着佛陀所说的经典，还有菩萨的什么论点，无着菩萨、世亲菩萨、龙树菩萨，对不对？是不是造了很多的论呢？啊，依一切经等，啊，不仅经典，还包括论点，啊，乃至高僧大德的很多的论著，啊，书抄啦，这些都可以的。之后才起了抉择，所以这个是资粮位，这是什么？加行位。加行位，我们就说，哎，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就叫做波瑞道啊？波瑞道，啊，因为这个波罗蜜嘛，波瑞道，啊，六波罗蜜，六度万恒里面的什么波瑞度？因为五度如盲，波瑞为道，是不是波瑞为道？但是刚才也讲了，这不过只是相似波罗蜜而已，啊。到了这个以上，是不是才叫做真正的波罗蜜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叫做低标准的波罗蜜，这个叫高标准的波罗蜜，这已经证到了，验证到了，这是不是叫做见到位啊？它是一种处证哈。在唯识学里头就讲到啊，作意处受想思，叫做什么？五片行，五片行啊。那当然，其实在阿含经来说的话，会处意在先，之后才先作意在先，然后处，因为二合生事，三合生处。哎，但是到了唯识学哈，就变成处作意受想思啊啊。但是呢，哎，因为这个思本身是在思什么善恶，跟业力是不是就有关系了？啊，而我们想想看哈，这个受里头有什么可易受，还有不可易受，还有什么舍受。是不是有这三受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三受的前面就是什么处的问题了？那我们一般会想说，到底是可易受还是不可易受，我们的善念会多啊。确实呢，当我们可易受哈，容易起贪；不可易受，是不是容易起嗔呢？这是善还恶啊？其实是恶耶。而所谓的波瑞或者叫中道，是要跳脱这两者，可意不可意，是不是还是落入二边啊？反而要舍受，要舍受，只要的是舍受。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容易落入这两者。其实我们容易落入这两者哦。哦，那如何能够达于舍受呢？就会有一个叫做明相应处。要明相应处。其实我们平常的处哈，会是什么相应处啊？叫做眼识相应处、耳识相应处、鼻舌身意识的相应处。
但是那个如果一旦相应处的时候，就马上很容易就起了受。哦，所以反而是要怎样？要明相应处。这个明相应处呢，也等于是要透过我们平常所熏的慧学，才可能明。如果没有熏习，没有听经闻法，我们真的起无明都还不自知。我们是不是经常在起无明？起无明要不要学啊？不用学哦，天生很会，生来就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宿世劫以来就带来的嘛，杂染是不是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起无明啊？不断的起无明哦，哦，所以我以前以为说是想之前要能够去解决受，其实要反过来反而是从处来解决受，所以那个圣者的定叫做灭受想定，哎，外道。他的定功夫下在想，而能不能超凡入圣的关键在于灭受想定，是要灭到受，而这个灭受就是要明相应处，明相应处才能够跟舍受相应，跟舍受相应才能够去灭受，比想还更深一些，更细一些啊，他是在想之前的，是在想之前啊，所以呢反而是要这样子才起，其实才起得了善，才能够，当然没办法马上就到达舍，但是起码我们在这上面会降低。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中道不二，有没有？中道不二也是一种名哦，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无明就落入二边嘛，落入这边很高兴，落入那边很伤心，是不是一种情执啊？我们喜欢落在生，不喜欢落在灭，但是不因为我们不喜欢所以不用灭，是不是照灭不误啊？所以要不落二边就是要去接受，首先就是要去接受，我们要知道这二边是平等平等的啊，当生的时候不用高兴，是因为灭它是不是一定会跟着来啊？灭之后也不用伤心，其实我们有心是不是还可以再生啊？所以要不落二边啊，其实是要不落二边，连可意不可意是不是都还是二边啊？可意不可意也是二边啊。啊，所以呢所谓的无明就因为情执，情执因为落入二边，所以佛陀教我们要怎样，要中道不二，就是说要不落二边才是真正的明，要能够明相应处，就是在三者合合的时候立刻能够知道的叫做它是明，就是说它是中道不二的，是不落二边的啊，在这边也不要太过于喜爱，在这边也不要讨厌，要不起贪不起嗔，这可不容易啊，这理论上要先通啊，我们之后才不然啊，才能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才能够下得精准，不然以前我也会想诶，可意受好像让我们比较容易起善念，倒不一定，是不是太顺利的时候哦，都是福报现前，我们就贪在福报上头，这个也是佛陀并不希望我们到天界去，哎，天界是不是可益受多啊，福报大嘛，确实我们容易怎样贪染哦，所以呢不可益受啊，在逆境当中是不是也不要嗔恨啊，不要讨厌，那就是要接受啊，是不是就是要接受哦，所以呢这个处有没有处证涅槃的当下是什么，诸法实相的现前，乃诸法空相，有没有，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这个平等从哪里来，
从中道不二来的，才是真正的平等哦。那个叫处证，处证之后的随念的这个念呢，就是念在于那个涅槃的境界，如实观，因为已经达于实啊，这个才叫做实法哎。这个过程是不是还属于全法、啊、语言文字还是全呢？全巧变通啊，透过名言让我们理解这些，但是在这个当下是不是觉诸细论还要放下名言呢？是不是还要放下名言，然后所随的这个念的这个念是实相上的念，让那个涅槃的那个量去扩大。菩萨道其实就是透过啊，还是就是说圣贤菩萨未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是这个涅槃的扩大，协助众生嘛，帮助众生啊，能够达于涅槃，那是量上的扩大。那如果是声闻缘觉圣，是不是就是自我了脱去啊？因为透过涅槃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就可以解脱嘛，正得无生啊。好，那第六个呢，就是到达自信啊。所以这为什么说叫到达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嘛，本论不只是唯识系，其实它还加了唯真常唯心系的观念呢。好，所以呢，六到达自信哈，悟达彼自信，为真如无垢，一切为真如，彼现啊显现彼即是啊，转一圆成实。好，转一圆成实，这也是圆成实相的现前，圆成实相。圆成时也是在处证这里啊，第一次现前，对不对啊？那过程是不是就要依他起啊？我们没有依他起的能力呢，就一直是片剂所值啊。其实没有学佛，其实完全是片剂所值，而我们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从片剂所值里头能够转到什么依他起的，这个他是不是只是讲说就是因缘的他哦，不是这么主观的，因为片剂所值本身是非常主观的呢，看到什么现象就是认为如何都是自己去解释的，乃至于我们自己把它合理化，对不对？用自己的角度来解释，那其实那个是不是都含藏着我们的那个什么具生我执、具生法执，乃至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其实都离不了执啊，来看待，那个都是错误的根源啊，对不对？所以应该要客观一点，是不是就是依他起啊？要再客观的再想一想哦，不是现象的问题，是因缘的问题哎，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现象？是不是有没有前面的因缘啊？还是会有前面的因缘啊？那是不是透过依他起才能够达于圆成实，有没有？哎，好，所以这个处证也是去处证到那个实境、实相、圆成实相啊，好，到达于彼自性的这个自性，讲的就是真如无垢真理的现象，尽虚空界的真理现象。哦，就是成佛的当下，是不是所有的杂染全部都解决完毕啊？对不对？第一大奥生奇劫解决的是我们的什么分别我执法执嘛，对不对？第二大奥生奇劫解决的是第七意识的，第一大奥生奇劫是不是要解决我们第六意识的？所以我们常说，哎，在八识里头的修行是不是啊？我们理解八识，帮助我们修行就是知道从第六意识去下手嘛。第一大奥生奇劫解决的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我执法执，对不对？
然后才能够更细的去解决第七意识的什么具身我执。到第三大奥升起节是把具身法执的杂染全部出清存货，是不是才能够圆满成佛？圆满成佛的当下尽虚空界，为什么能够尽虚空界？因为所有的杂染都没了，消失了。只要有杂染，是不是就有界限啊？只要有界限，就有生住异灭，就有生老病死，就有成住坏空，对不对？唯有清净无染的啊，唯有清净无染才可能尽虚空界的啊，也才是什么成佛的究竟位啊。所以第267页啊，最后悟入到达彼自性，就是成佛的究竟位。这里到达彼自性的这个自性讲的啊，是圣意自性，有没有？圣意自性是智慧所体悟的究竟真实啊。那这个是会有真常系的特质在，就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个部分啊。所以自性呢，是说本来如是的体性啊，或者叫佛性，对不对？或者叫如来藏，清净的啊，清净的。所以这第二行也讲嘛，哈，自性与平常讲的无自性这些是不同的。无自性是什么？是波瑞中观系讲无自性，但是唯识真常系是不是讲有自性啊？而且还是实有的自性啊，尤其到真常的这个自性讲的是清净的佛性，或者如来藏，或者叫心性啊。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所见到的一切法直觉就是这样，以为啊，这是一切法的什么真相，不知道其实它还是啊，这个虚妄分别所现，或者直为真实如此，那反而是颠倒的啊，是错误的自信。那这种错误自信也就是妄执自信，是不可得。这是不是中观系的、啊、就是一直在破除自性妄执嘛？好，那片计所执自性呢，也是非彻底的去破除不可。好，因为我们一切执妄虚妄执着所显的一切法的本性，禅宗称之为本来面目啊，指的是一切法的如实性。也名为自性，也就是圣意自性，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达彼自性的那个自性，这是真常系的思想。像那么啊，跟中观为啊，跟什么中观波瑞系是不一样的哦。好，那这个是不是结合了真常啊？其他结合了真常，因为禅宗本来也是属于真常为心系的，就叫本来面目。好，好，那证悟通达一切法的自性，就是真如无垢的，也就是离染的真如。离染的真如，这个真如就是真理的现象。真理的现象是离染的，是离垢的，有任何一丝的杂染或者污垢的话呢，是不是就会产生原生的力量啊？一旦原生，是不是就原灭，就会呈现出什么世俗的这种生灭的现象啊、哦、那真理的现象是无法造作的。佛陀也讲嘛，佛啊，佛这个啊，在世不在世，是不是不影响真理现象的现前呢？ 啊，因为佛这个真理的现象是怎样呢？
它是 法性法住法在的啊，不是愚人，不是佛陀之外的，也不是佛陀能够去造作的啊。所以呢，那个真理的现象又叫做真如啊，以真常唯心系会比较把它称为真如，那唯识系会比较把它称为叫做圆成实相，若般若系呢就叫诸法实相，或者叫诸法空相，不同系不同的名称，但是一样都是在讲什么真理的现象哦。好，所以这也讲到有些学者呢对真如自信就会想象啊，在万有以外有或者万有之内的一个本体，是不是很容易还是落入到那个实体本体去啊？哦，那当然以这里来讲的话只能把它归到叫做圣意自信啊。哦，因为唯识系真常系 它是实有自信，它是本有自信的，只不过这种本有的话呢啊，因为在这个成佛的过程也只能把它归到叫做圣意自信，圣意自信啊。所以圣意自信不是在一切法之外，其实也不是在法一切之内，其实无里外的，所谓的自信应该它是通彻一切的，透过圣意自信而达于一一法的什么真相。这个真相呢也就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真理法则真理现象 本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其实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每我们的这些凡夫众生因为有自信妄执嘛，所以才缘生缘灭出不同的什么世界，不同的现象，对不对？而蒙蔽了我们的这个慧眼，是不是啊？然后看到的叫做什么颠倒相嘛。哦，所以他们这个以唯识或唯心系来讲的话呢，他会觉得是另有一种微妙而不可思议的自信。总说他们还是认为有自信啊，因为他们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有上头，因为虚妄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是不是都叫做有中啊？只有般若系、中观系才叫做什么空中啊？从性空来看待，从法性来看，从法相来看的话呢，就会比较落在什么有中上头哈、啊？因为透过啊，比方我们说如眼识啊，有识的自信，耳识有耳识的自信啊，依世俗所见的不同特性而立，现象界呢的一一自信呢，其实都是什么唯心所现的啊。所以这里的自信呢，就要看是在哪一系来看呢、啊，对不对？在般若中观系是不是认为无自信，就叫做心空？但是唯识唯心系认为怎样啊？因为从相有来看呢，它是有中，所以它是实有的自信。好，但是因为我们说要超凡入圣，透过有是很难达于那个清净的，因为一旦有，是不是就难免有杂染，有执着，有杂染啊？哦，所以呢，纵然他们认为实有自信，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什么法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哦。所以呢，我们说，像我们现在讲的变法法性论有没有？他是不是还是透过法性啊，才能达于涅槃呢？啊、哦，才能够达于涅槃呢、啊？哦。所以呢，这里也讲到说，观一切法虚妄，哦，观一切法虚妄是通的，因为本来就是怎样，这个啊、哦，这个因为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这个是不是通的？纵然是透过有中，也还是不能不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要通达一切法无所得，他要用无所得的方的那个
观念的哈，来体悟一切法，这个叫做圣意之心啊，再从一切法去推到这种究竟处，超越了什么能取所取，能权所权，这个在中观来看就很简单，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中道不二嘛。啊，但是从有中来讲的话，它就是要用超越，啊，去超越了能所二边，无二无别，而达到一一法的本性，啊，本来面目或本性，啊，乃至于说这个圣意法性的体悟，名为自内所证的，啊，是内证的一切法性。而不是在一一法外的什么，所以它就会变成，哎，要分一下内外，因为在外上头啊，因为他们所建立的还是实有的，那但是要如何又变成是没有的状态，无的状态呢？它就会又用内外来区隔了啦，哦。所以呢，要观一切法，一一法不可得，一切法都不见了。哦，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从相来看，就会变成是不见了？其实它的不见呢，是不见它的什么分别相啊，而不是消失了了。哦，等于也是证到无根本无分别智嘛，是不是才能够超凡入圣？也是才是所谓的什么涅槃，也才是所谓的真如啊。啊，所以法性呢是达于虚妄相没有了，一切法无二无别，平等，才名为真如。所以真如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特性啊？无二无别，平等。所以的那个不见了或者消失的那个东西，其实是分别，是要把分别的那种特质要能够去怎样去抹平。但是他又实有自性，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难处了。哦，但是真如他毕竟还是什么无二无别，平等才叫做真如。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了哈，阿弥陀佛。